大家好，我是小赖。后面发现一座祠堂，非常那个豪华霸气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一座在建的祠堂。现在我的位置是在广东五华这里。五华这个地方呢，是那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叫打石匠。说实在，把公安档案给出来就害了呢。看一下这些雕龙画凤啊，非常漂亮。这个叫什么？三狮抢球。那边还有双龙戏珠。哇，这座祠堂厉害了。我等下带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石雕啊，非常非常漂亮，栩栩如生啊。三狮抢球。这前面是一个那个池塘，还没放水。这是风水池塘啊。这个祠堂不知道是谁的，太霸气了。哇，很浪哦。哦，原来是陈氏狮子的祠堂啊。哦。哦，修复工。这个祠堂是那个陈氏始祖的那个修复工，福建迁过来的。哦，五华万堂这里。这个圣驾牌楼。这个有那个皇恩宠戏的那个牌楼。这条龙啊，我靠，这些雕工啊，霸气了。这五华阿公安档案该做了，可分了，方方正正，非常霸气。哇，建议来我好多钱来搞啊，我们八八两八万呢，两三八万有吗？没有啊。可以啊。没有啊。哦。哎，该捅了没？哎。